哥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有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是何许合成来自于任然。3:12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
在这边恭喜所有把你的手机桌布换成欧马克之美轮明宏的人得到大奖的人，恭喜你！哎，这太神了吧！你觉得自己很神，还是觉得这个吸引力很神？这个吸引力很玄妙啊！可是这不就像你说的吗？就是中的人会出来大声的说中啦，对啊，那些摔到水沟的人，对啊，因此被刁的人，对啊，公司被病毒入侵的人，你们也都有换，我就问你们也都有换吗？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呢，是我有史以来花最长时间拍的歌单。抖音啊，太难了。抖音歌单啊，太难，对，太难了，因为我根本分不出来。我分不出哪一首是超火红的，可以把它抓进来的，哪一首是还好的，我完全无从判断起。是小孩子说的谎，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既然放抖音神曲，我等一下就来发支抖音吧。想到了是不是？但我现在就是抖音没有一个好的账号，我还要先申请一个账号，有点麻烦。所以这个小时你要申请一个好的抖音账号，发表你第一支惊动全世界的抖音一遍吗？我已经有主题了，我有题材了。握紧你给我感动欢喜，为了你杀光了时间的蓝素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陈雪宁，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不晓得各大公司行号，你们的尾牙还会如期举办吗？还是改成线上尾牙呢？还是改成发礼金给大家呢？还是你已经在这一波之前，你们就已经吃了尾牙咯，都已经抽完奖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尾牙5430223639955，或是一样透过我们 Telegram 群组来留言也可以哦。我那天听到是我线上尾牙，我才觉得为什么我为什么坐在办公室跟你线上尾牙？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开始有人在那个 Telegram 里面跟我分享说，哦，原来哪一些红的歌曲，哪些红的歌曲，我一看想说，哈，这些是红的哦，啊，我怎么没抓进来？然后有人开始在揣测你的抖音第一发会是以什么姿态呈现。哎呦，我不相信你们猜得到，我真的不相信。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不是，抖音神曲听久了，很想用一些水袖，还是想甩一些彩带，还是想换一些古装？哎，怎么讲？然后会帮自己喷干冰，袅袅走上舞台。逐渐回忆。
月才蔓延，就像夜晚的天天，连我的梦境都变甘甜。我愿意为你放弃曾经那些年少轻狂，不去再管所谓流浪或者远方，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多美丽。送你每个梦境，每次清醒，陪伴的场景，让我余生都有关于你。群组里面的 Lydia 说，他们不门尾牙取消了改发 Seven 福袋。嗯哼哼，你觉得 Seven 福袋有福吗？是你说会有那个卡宴的什么之类那种？怎么会改发 Seven 福袋啊？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多美丽。送你每个梦境，每次清醒，陪伴的场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不办尾牙，直接一人发1000现金，大家开开心心，也不用硬坐两个小时，非常快乐。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想的四季与你，有人跟我分享说陈想的歌啊，他就丢上去，然后歌名都是让粉丝来取名的，哦，这个蛮酷的耶，共同创作。3:20，0223639955，你眉头一皱，看来你是还没有想到一个响亮亮的账号吧？因为其实我有两个账号，之前有，但是他已经都，我想要，不是我想要，我想要把他们整合起来，有办法吗？我想要，你有两个账号合并啊？对，因为我现在要申请一个有第三个，我想要三个合在一起，可以吗？有办法吗？你就把过去那两个歌手了，不行吗？你过去那两个是有什么东西值得一定要留下来？我不希望他们留下来，我希望他们就是被消灭掉，所以我要登入进去，我才可以把他们消灭掉。但是我也没办法登入进去了。哇哦！因为那只手机也已经停号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回，这个好麻烦哦。这就是现代人的烦恼。对啊。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姓名，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
很多人觉得吃尾牙很累啊，尬聊啊，不如就是取消也好，就发一发钱，大家开心。但是有人说，我们尾牙要吃探索，应该是探索厨房吧？希望不要取消，我想吃探索。那人家给你了1000块，你不是可以自己去吃吗？不是吗？是不是这种东西你自己掏钱会很舍不得？就如果你有一笔现金了，那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好不理性哦！我要吃探索。正哲的太阳，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什么时候这些店变这么贵了？我知道很贵，但我不知道探索厨房一个人要1700元，1700元。在这缠绕，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白饭里无珠宝，文字血也抹不掉，触不可及刚刚好，日久天长让人恼，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烧尽跨不过的桥，光匆匆的跑，火焰化作月遥遥，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在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这首歌曲呢叫做《白月光与朱砂痣》，来自于大子。3:30，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在分享各自，就是原本预计要吃尾牙的、啊，大家会去吃哪一家？然后很多公司其实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吃到饱的餐厅，所以就会各自分享说哪一家好吃，哪一家 CP 值高等等之类的。但有一个人提出蛮不错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要办哦，那宁愿就是吃到饱，戴口罩去夹菜，都比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合菜感觉来得舒服一点。下去就难受，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
此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白月光在照耀，你曾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有人问说飞碟会有尾牙吗？我们飞碟有尾牙，而且我们已经吃完了，已经办完了，已经结束了。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欢迎大家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可以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周末的精华重播呢是在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钟，一个星期有六天陪着你咯，就爱电你。是来自于蔡恩宇的阿拉斯加海湾，谢谢这个抖音神人跟我分享。今日抖音应该都过时了，现在最新的都不是些了啊！我别为难我了，我真心的是捞不到最新的歌是哪些了，这已经是用尽我的洪荒之力了。哇，这也是有够老。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间温情化作一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
想他。我强烈怀疑呢，本节目的男主持人到今天节目之前，他都没有办法处理好他的抖音账号，而且他的脸色越来越晒了，我想他是陷入了痛苦之中。其一会做一些日本歌曲，也许是新歌，也许是一些经典 J-pop， 然后当然星期二就是华语新歌嘛，星期三会有欧美金榜，星期四会有韩乐，有时候也是复古的，是最新的。那常常呢，在做完节目之后就会被问说，今天的歌单可以分享吗？今天的歌单可以收藏吗？今天还会有人问我吗？你这是什么歧视性言论啊？不是，我只是好奇，我会不会收到大家就是这今天是太棒了，很多人非常喜欢哎。UUC 说：“玛丽，你抖音菜单我全中。”感谢你 UC， 感谢你。这首歌呢，刚刚在群组里面有人讨论到，就是小朋友跟他说：“妈妈，妈妈，我想听那一首，那个现在很红，我想听《少年》。”然后妈妈就说：“哦，曹格跟光良《少年》吗？年轻小朋友谁在跟你曹格、光良的《少年》？他们要听《梦然的少年》。”少年还是最初的
线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什么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一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啊哦哦哦哦哦哦全部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追逐生命力光你身边的每道光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其实你我大地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生活画出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于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陷入抖音绝望的马克。他就是处理不好，就跟他说你放弃抖音吧，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放弃嘞？因为你就没有办法账号整合啊，那能怎么办？这么快就放弃哦？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做一个抖音歌单呢？其实真的是这半年就是有在主持虾皮娱乐线嘛，然后有时候会玩一些猜歌游戏啊什么，那真的蛮常出现抖音题目的，是。那现场只有我不知道，真的真的就是只有我不知道。那你还叫我放弃抖音？你就是不能就是被这个时代给不是、啊、你不整合，你就创个新的嘛，你就不愿意，你一定要三个整合，但三个整合现在就是办不到啊。要创一个新的，我要叫什么？反正你每两年就是创个新的，你每两年就创个新 的。我第一次玩2018那个，我现在救不回来。哼，然后2020那个，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可以使用2020那个，只是那个我账号后面有个零，我觉得有点不爽。你不要零，我不想要零。有一个零会怎么样吗？那个零一直在提醒着我的失败，我不想要被那个数字提醒我，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它可能是一个球快要掉了，可是还没有掉到地上，你还可以把它救起来。我现在用图像意象告诉我，对对对对对，你还是可以让它，你知道脱球又高飞又过网。你看你那么精彩，你在脑中构思那支影片，区区一个零就要阻挠你进军抖音排行榜吗？你成功说服我了，现在来拍。放心，让想念反复我脑袋，一切维持原状。为什么还会走样？怎么忘记了你？我吓坏了自己，牢记你的美丽，牢不住你眼睛。
来自于宋念宇，再加上了魏如云，不是魏如萱，也不是魏佳莹，是魏如云。像这样把我忘记，难道说我的心？哎，抖音歌单跟理事长，理事长是胜出的哦，理事长是胜出的哦，这个不需要讲出来吧？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时间来到了3:51，要节目了，我们也要迎向这个周末啦。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有个平稳平安的周末喽！我是玛丽，我是马克，他们是林怡，再加上了胖胖团的《长大了以后》，跟你说声拜拜。沙滩上的沙粒收集，可是他还双手走路来袭。